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摩根。这打呼噜声不是我的，是这条柠檬鲲的。庄周的奇妙博物学60点券福利皮肤将在3月7号上线，属于勇者限定皮肤，上架时间为一周。庄周本身穿的博士服、博士帽，一看就学识渊博，不过全程闭着眼睛怎么看书呢？值得一提的是，下面这条鲲很漂亮啊，是花草特效，后方一直飘落花瓣和蝴蝶，绿草包裹着，看着还不错啊。毕竟60点券的皮肤嘛，已经可以了。局内特效说实在的，就是换了个颜色，蜃楼王是金色，这个是黄绿色，不过二技能和大招对比一下，还有花瓣出现。蜃楼王是金光特效，两者各有千秋，不过相信更多小伙伴会使用绿毛鲲啊，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3月7号会上架正式服，摩根弟弟呢也会在当天送出10套庄周的新皮肤，大家记得来抽奖哦，虽然价格不贵，不过送的多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是一直销声匿迹的瑶有了新消息啊，由于 bug 太多被关进小黑屋很久很久，预计会在下周开测。不过呢，技能跟以前有些许不同，上线正式服目前还不确定，因为 bug 瑶身上的 bug 实在太多了，并且还无敌附体，控也控不住，变成小鹿后还可以加持队友，并且还有位移可以轻松逃生，想打死他真的极难。还有附体加持、无差别攻击啥的就不多提了啊，未来还会推出一款九色鹿的敦煌皮肤。好的，那么大家关注一下，3月7号记得过来抽奖哦。并且摩根弟弟还会连续送出100期街头霸王皮肤，另外秒送街头霸王第一期的获奖观众已经出来了，上官怼儿你在哪里，请尽快联系我领取街头霸王一个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